你看一下这个啊！我之前叫你看的书，你看了没？不是啊，这食物放大真的很好笑哎！什么食物放大？每天只会看这些没营养的。干嘛？哎，你今天不用上班、加班三天了、今天难得不用加班了。哎，你这什么？最近在追的、可以啊。干嘛？之前叫你看的书，你到底看了没？《21世纪资本论》啊！我见你很久了，你到底有没有看？是那个刺密密麻麻的，先让我看一下，那个不放松哎、你每次看这个东西，一看就一小时、两小时，然后整天都没了。你不是会拿来看书吗？你不会拿来看书吗？那个一小时真的太久了，你看个三分钟的嘛。书放到三分钟啊，对不对？书放到，那我现在我跟你讲 ，YouTube 也是在蚕食你们的时间呐、整天在那边看 YouTube， 看还看，是不是关掉啊？整天在那边看 YouTube， 我整天在工作已经够累了，我今天想无脑放松一下，不行吗？无脑放松，我跟你讲，世界上就是你们这些人每天在讲无脑的人，整天就想要无脑看，白天工作被资本家剥削你的肉体就算了。晚上你又被这种大众娱乐媒体剥削你的心灵，你们的生活、你们的生命都被这个世界上一趴的人所圈养着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生而为人的价值在哪？你说嘛？不是，我每天加班加到三更半夜，隔天八点我又要上班，我唯一的空闲时间只有这个。我通过这个看着，我可以体验不同国家的文化、不同国家风俗民情。看着我可以长知识，我学东西，我这样看着不行吗？你看这个真的行吗？你这个东西也是资本家美化包装出来的，虚假的影像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这样子会失去对生活的热情，你整天活在这种虚假的世界里，你要整天看这种虚假的东西，还是对生活的热情？你要真的走出去，还是真的看这个？你自己选嘛！我现在就是想要选在真实世界，躺在床上好好看这影集啊，不然想怎样就怎样啊！你要怎么办？生而为人，你给我学好，人就做好三件事：白天工作，晚上读书，假日批判。有这么难吗？我加班压力已经够大了，我假日我再批判，我整个焦虑到没办法呼吸，没办法生活。你这样我到底要怎么办？你跟我讲啊！好嘛，你也忙嘛，那我妥协，我退一步讲嘛。那你不会白天工作，晚上读书，假日批判吗？你以为我不想读书吗？我也想读书啦，我不像你整天不用工作，整天想这边有的没的。我跟你讲啦，我现在生活我要付学贷，我还要付水电，我还要吃饭，我还要付房租啦。我跟你讲，我每个月还寄钱给家里啊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不是在生活，我是在生存。你连我这点小小娱乐你都剥夺我是不是啊？你现在也是站在一个压迫者的角色，你知不知道？好了，我知道你很累啊。好了，不要生气啊。好了，看啊，看一下。我不看的啦。反正那我看你看一下。要看你自己看啊。干嘛生气啊？干他真的不爽了、他好像真的生气。不然这样啊，福利，那个你那个食物巨大化食物那个给他看一下，让他高兴一下。